哎呀！宋老师，你说一大老爷们儿弄这身行头还配假发，隔三差五的在楼道里装神弄鬼的，你是不是心里变态呀你啊？我弄这身行头怎么了啊？什么叫变态呀？看问题别那么低级趣味。你这不是低级趣味是什么呀？你装神弄鬼的不就为了想吓跑我们独占这间宿舍吗？哎，你让大家说说是谁占着宿舍啊？ 单身就是工都是何处的，是不是？凭什么他沈宇就一个人要平日住一间，凭什么啊？这楼里拢共有仨女的，俩人住一间可不有人落单吗？我不自己住还跟你住啊？你好意思说你落单吗？啊，他一飞本校职工，整天跟你住一块儿，这叫落单吗？想跟女朋友住单间啊？跟领导申请的呀，工作有5年了吧？把女朋友赶紧扶正了，不就有安居房了吗？跟我们这儿闹什么妖啊？哎，你睡觉，睡觉，呸！ 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就。真的很抱歉，要不然你把衣服给我，我帮你去干洗好吗？站住！
有钱了不起啊？这200还你，这200拿去干洗衣服。何必呢？滚蛋！何必像个刺猬一样呢？本宫天生就这么牛气，怎么着吧？沈老师，方主任，魏老师，方主任，您还是叫我沈宇吧，您那么叫怪怪的。你是不是跟你男朋友把裴老师给打了？谁造的谣啊？明明是他在那儿装神弄鬼，被我们撞到了，于是我们双方展开了一些哲学方面的讨论。你就跟我贫吧，啊！你把你男朋友弄到宿舍去住，边上的人意见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方主任。觉得这件事情上呢，咱们应该理解一下沈老师。现在沈老师在校基金办工作，每天接触的呢就是学生的助学金呐、奖学金方面的事情。这种工作最容易出现差错。如果沈老师不跟她男朋友一起住，那肯定休息不好，是不是？这休息不好，工作就容易出现差错。再一个，宿舍问题啊，这个一个人住也是住，跟男朋友来住也是住，孰重孰轻，这不是一本。膨胀。魏老师说的对，我的事儿啊，再大也是小事儿，您和魏老师的事儿，小事儿也是大事儿。所以说，那个我就不打扰二位了，那个改天再聊啊，拜拜。不是，你就帮着忽悠吧你啊！哎呦，年轻人也走吧啊，走。来。喂，爸，华伟林跟你在一起呢。对，他在我这儿就吃个饭。别太晚了，啊，女孩子没结婚，太晚了影响不好。行了，爸，我知道了。行，谢谢爸，先挂了啊，拜拜。差点让我爸发现了，别抖腿。华伟林接的电话。沈宇的电话他接，说明他接习惯了。他已经把小雨的宿舍当窝了。那天叶霞一哭嘴，还是真的呀。你不是说你不管这事儿了吗？啊，现在着急了？你当初干嘛吐露那口啊？不行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哎呀，别，你那就叫骚扰人家了。多骚扰骚扰他，他就没工夫干糊涂事儿。女儿在身边你都管不了，这隔着好几百公里呢，有用吗？来，吃瓜。小姑，小姑，你是不是喜欢那家伙？就那边，得行，以茶代教了。来，我观察到了，就你盗窃这会儿功夫，你瞄了他六次眼，你还故作风情的撩头发，下意识的挺挺胸。你是
是不是喝糊涂了？错了，今天收成不好。那你也错了，是那人喜欢我。屁！你得罪过他，所以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你俩有点无聊啊。我敢跟你们两个打赌，是他喜欢我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刚才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偷瞄了他，但那纯粹就是观察，因为我早就知道了。他在跟他对面那个女人聊天的时候，时不时他的眼神，就会投放到我的身上。证明。他们呢是一男一女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，男方绝对不会主动向别的女人要电话号码，但是我就可以让他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。顾小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那个客人以后要再也不来的话，我找你算账。放心吧，不打不相识，我保证他以后天天在你这儿起腻。放心吧，朱总，这只是你太太请了私家侦探，不算什么危险人物，派出所啊会处理的。总觉得有个人影子不要跟着我，又不知道干嘛，弄得我提心吊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再见。酒泼我脸上一句对不起都没有，活该。对不起，晚了，你弄花了我的妆，弄脏了我的衣服，你看见没有？染色了，洗都洗不掉的。如果你不觉得被冒犯的话，我可以赔你钱。你除了钱还有什么？我就那么不被重视吗？啊，你当众泼我酒，害我赌输了，赖都赖不掉，我很没有面子的。什么赌输了？我算了，跟你讲你也不会明白的。再见。你怎么了？你的车是铁打的呀？车，全是铁打的。还好你是陈道金，没伤到骨头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很不错。有事儿没事儿？多听几句赞美的话没坏处。那个，我得跟你解释一下，那个男人是我老婆派来跟踪我的。当时那杯酒呢是要泼向他的，结果正巧就走到中间。抱歉啊。搞婚外情，被你老婆发现了。我说没有，你相信吗？关我屁事。我年轻的时候也野心勃勃，觉得为了事业牺牲什么都不为过，包括爱情。
所以就托人找了个有钱人的女儿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没有爱情的婚姻真的很惨。所以搞外遇了。前年我从北京过来开厂，事实分居满两年就可以无伤大雅的离婚了。别这么看着我，其实我太太更希望我有外遇，这样我就是过错方。干嘛跟我说这些？你跟我年轻时候很像，浑身长刺儿。我一直弄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，后来我懂了，就是缺爱。没有感情就没有温暖，没有温暖就会故作强悍。所以趁着年轻，别混别跳也别嘴刁，看着有感觉的就赶紧去恋爱，不管结果成不成。这是一个过来人的忠告。去你大爷！1390。切，弄得跟贴心人似的。切，倚老卖老算什么玩意儿？你要真那么懂事的话，昨天晚上就应该先把我送回酒吧，当众献花赔罪，然后再掏了全场的单，害我那么没有面子。一锅汤就想把我糊弄了。急白与长虫过来怀旧，别提了，他这一怀孕吧，嘴就特别馋，吃遍了全云锦，他就想到这儿了。舍不得呀？不敢不敢，随便吃，来来来来来，随便吃。啊，怎么发现的呀？大姨妈老不来，想想就是了呗。那也会有别的原因啊，你怎么就能确定哦？那阵子吧，胃里老是堵得慌，还时不时的想吐。他姐有经验，说这是妊娠初期反应，我们就去医院检查了。沈宇，哪位是沈宇？哦，你的尿检结果出来了。顾小薇，沈宇，老朱，肇事司机，把我的手弄伤了，带我来复诊。哦，你们是朋友，那你们聊，我正好有点事想跟你聊一聊，不好意思啊。咱俩不应该相忘于江湖了吗？哎呀，都世界末日了。该包含包含，该拥抱拥抱，该和好和好，不要再相互捅刀子，我们都没时间啦。
你问这干什么呀？没啊，就是我有一个同事怀孕了，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我就帮她问一问，生完孩子之后怎么样才能跟你一样保持的身材那么完美啊？那是天生的，父母给的。嗯，那总有什么秘诀吧？我那同事特别惶恐，因为他听说皮肤会松，对吗？你让他不要惶恐。其实首先呢，不要听老人瞎说，没结没垢的吃个没完。其实自己和胎儿的营养不是看你吃了多少，而是要看你吃了对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富含胶质还有微量元素的食品。关键是怎么样才能让皮肤不松啊？谁都松，生完孩子没有不松的。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产后恢复，这一项真的很关键。我告诉你一个小秘诀，就是每天拿那个芦荟榨汁，然后在肚皮上面涂上，轻轻的按摩，这个样子的话效果特别好，慢慢的呢也就不松了。工作那么忙，干嘛还要专门跑来接我一趟？沈宇又不是什么外人，我们两个聊完天各自打车回去就是了。不是我说你啊，老朱，你挺大一老板，没事就溜出来找我，让手底下的人看见了不好。我知道你是体贴我，可是很多方面那是没必要的，要是耽误了什么大事儿，那我不就成了红颜祸水了？我错了。谢谢你，帮我打了个平手。这样，不会觉得无聊吗？打这种照，女人从来都不知疲倦。上车吧。老朱，我想去你家。这是我租的一公寓，离公司近，中午回来可以睡个小觉。我不大敢请女孩，
去我家，敏感时期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们差着一个时代。你说的，遇到有感觉的就赶快恋爱，甭管结果成不成。小薇。做饭吃好吧，你饿不饿？不好意思，我还在战争的情境里。不吃关节的，鸡脚，富含胶质，要多吃。是不是呀？嗯。没习惯。嗯，等等等等，你还没问我为什么搞得跟过节一样呢，开始问吧。我知道你，肯定是有事求我。说，爷，求你提前娶妞吧，妞怀了爷的孩子了。别逗我，没逗你啊。嗯，等会儿啊。嗯，去医院检查过了，阳性。怎么了？高兴啥了？妞。嗯。我们两个加起来，一个月都不到3000块钱。什么意思？现在要孩子。辛苦，你不想要这孩子是吗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顶着父母的压力，但我却不能够给你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啊。徐杰跟叶霞都可以一风一俗，一切从简了，咱们为什么不行啊？徐杰跟我的情况不一样，徐杰是公务员，我只是一个杂志社的临时聘用人员。你就告诉我，你这孩子要还是不要，不就完了吗？我说实话了，我想要。哎呀，好开心。小雨，别哭啊！怎么了？哎，小雨，你别哭，慢慢说。妈，我知道你们知道以后肯定想打死我。怎么了？
我一不小心就怀孕了。怀孕了。这个怀孕呢是早了点儿，不过呢早晚的事儿是吧？啊对。什么屁话！你听我说啊，小雨，该来的呀挡不住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既然有了呢，就要是吧？你就赶紧跟那个华伟林啊结婚。我跟你妈妈呢，对你们的这个爱情婚姻呢，还是很开放的。啊，这个，对对对，哎，态度还是挺鲜明的，你不要有思想包袱啊。嗯，谢谢爸。谢什么呀？过几天我们去看你啊，我们就是你前前后盾。爸，那我挂了啊。哎。老婆，你好聪明啊！不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你就同意那老二当你女婿了？那打他、骂他，怀着孩子呢，万一得抑郁症怎么办？那也不能跟他呀。涨工资啥的，我不敢要求，我就想，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正式职工的编制啊？我知道有点困难，您就当你帮我个忙呗。还要看情况呀。爸说干嘛呀？怀孕这么大事，当然要跟爸说了。那你总得先跟我商量吧。你跟个蔫炮似的，我跟你商量什么呀？得先让我想办法，你这不是给我裹乱吗？凭我爸，你还骂我，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万伟林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就是跟我玩的是吗？你根本就不想对我负责任。说话。你说话！说话！海林，
下黑手。我掐死你！掐死你！我下黑手，我自己。曾经是陪你一起到，就算是别人走开，我都不想拥抱。感情的风暴，谁又能预料？你把我弄坏，我却深深陷入他情感的牢。说什么来生有缘，我们还会遇到。对不起，我只想拥有你现在的每分每秒。梦温暖眼角，爱却已退潮。那些过往的誓言早已随风远飘，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再见难逃？是我把爱想得太好。我走过很远。啊，这样，啊，这样。情况一定要踩刹车。忘了，哎，那是谁踩的刹车呀？我让司机装个副刹车，就预防你这种情况的。这么贴心啊？这不是贴心，这是求生本能。讨厌死了！以后不让你教我开车了，垃圾对我。这地儿没来过吧？棒着呢，云集各地美食。好久没吃这玩意儿了。多吃点，压压惊。小薇，嗯，别到酒吧干了，昼夜颠倒的，你这身体不好。不告诉我吃什么呀？你养我。跟你开玩笑的，看把你紧张的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啊，能给我点时间吗？什么？养你啊。我给你拿一个新的洗发水。